希卡，你有什么消息需要汇报的吗？报告维登大人，一期案计划进行中，不过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。需要更多时间？你花的时间还不够多吗？属下辜负了大人的期望。哼，上次行动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有提前报告？这当时情况特殊，所以。希卡，你是在隐瞒什么吗？我想你知道背叛我的下场。维登大人，属下没有隐瞒任何情况，也不敢叛逆。我们一直想收获更多的能量，来强化精英战士对突变形联盟。哼，你知道虫王卵的下落吗？虫王卵内有原始基因石的能量，只要得到它，就可以用来强化精英战士的实力。我不想再听到任何借口。下一次，我希望听到变形联盟已经在宇宙中消失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哼，最好不要再有闪失。不然在宇宙中消失的将是你们。哼，威登，你等着瞧。喧哗，吵闹，定位时空错展区坐标，我们的计划要提前。这个东西怎么突然发光呢？经过初步检测，虫王卵好像对某种能量产生了共鸣反应。那会是什么能量？怎么样了？听说虫王卵有变化了。台城、梦梦，你们来了。对啊，我们正在研究是什么原因刺激了虫王卵。之前梦梦不是跟虫王的玉产生共鸣吗？是不是因为梦梦令虫王卵产生变化？我没有。长臂，你别胡乱猜想了。虫王卵的情况，确定是受某种能量影响了。这就是量子纠缠的原理。谁是量子？又纠缠了谁？叫你多看书你不听。量子纠缠是一种量子力学现象，它描述了两个或多个量子系统之间的紧密关联。在纠缠态中，无论这些系统之间有多远的距离，它们的状态都是彼此关联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，只要其中一个量子系统发生变化，无论距离有多远，其他的量子系统都会产生响应。所以现在虫王卵产生能量波动，一定是有跟虫王卵有关联的能量在波动了。对的，虽然现在不知道是什么能量引起虫王卵的共鸣，但现在虫王卵释放的能量信息很容易向浩肯星暴露位置，招来希卡他们抢夺，所以大家要多加提防。是的。这个时候如果哥哥在就更好了。哥哥，你在哪里啊？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吗？巨蛇变形！1379号平行世界时空兽已消灭，开始搜索下一个目标。这是研发的能量转化器，只要将收集到的基因石能量注入，就可以制造出成千上万的强化战士。
强化后的战士拥有超强战斗力，与其将这些基因石能量上交给威登，倒不如用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强化军团。长官真是太厉害了。是普尔达，我还以为谁在这里鬼鬼祟祟的，原来是你们呢。哼哼，你来得正好，好让你先试试我强化军团的威力。战士们，全力攻击！你以为这些小兵会是我的对手？看来你们已经没人可用了。别急，好戏才刚开始。喧哗吵闹，轮到你们表演了。喧哗吵闹，解决掉普尔达。是。哼，巨额变形。不跟你们浪费时间了。我强化战士的威力吗？西卡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你这样做只会玩火自焚。你现在还有底气来教训我吗？还是怕我的强化军团呢？你的行为会带来严重后果，会伤害到无辜生命。超级普尔达，月空合体。看来能量还是不稳定，对付普尔达的终极形态没有100%的把握，不能恋战。喧哗吵闹，今天已经达到测试强化能量威力的目的，我们撤吧。收到。西卡，我再次警告你，马上停止你那危险的计划。普尔达，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嘴硬，下次你就不会这么幸运了。好好担心你和变形联盟吧。要赶快通知变形联盟，要是西卡用这个强化技术增强吞噬他们的战斗力，那将是一场灾难。